左下腿的后腿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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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下腿
他这样的，远支点和近支点应该把位置调好啊，不然的话他有个痛在身上，相对来说这个痛就终身跟他说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给你调整一下啊，调试一下，我帮你调在那个前支点与后支点，停止的止啊，支点那个正中央啊，这样呢你往前也好，往后也好，往前也好，往后也好都会。往前和往后以后，都会，往前和往后以后，都会，活动起来正常啊，没调试好的呢，总是搞成拉筋的感觉啊，知道了啊，然后给他换好，换好以后就感觉活动就自由了啊，活动自由以后，慢慢退回去啊，回到原厂里去啊，原厂里去了啊，我看了以后就比较心疼啊，哎，这么乱七八糟的，那些的服务员。 确实，他们很难受啊，回去啊，确实很难受。哎，确实很难受，问题太多了。我现在怀疑到底有没有经过培训呢？哎，我知道，确实马虎啊，确实马虎啊，这个确实做了马虎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哪个那么多问题？知道了。 再见啊，再见。